今天呢，也来了您这个平常的好战友啊，那就是我们的许富凯，欢迎富凯，谢谢，谢谢，刚刚好战友，哇，恭喜恭喜恭喜佩丽，哇，啊，来来来，哇。现场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富凯，谢谢，好久不见了，富凯，好久不见，对，对对对，嗯，富凯刚刚他在唱，你有听耳机对不对？有，我在听耳机，感觉怎么样？有什么优点缺点？今天听起来贝利还是有点紧张，不过像丁老师讲的，你终于过这一关了，海阔天空了，是，加油。那有什么话要勉励的吗？今天很开心，也很荣幸可以为贝利献花。那主要是我要讲，妈妈。你身上的担子终于可以放下了，你辛苦了，谢谢。是，好，谢谢富凯，谢谢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。对，那我祝福佩丽能够未来的演艺之路可以走顺顺利利。是，好，谢谢许富凯，谢谢富凯，我们潘佩丽的好朋友了，是。